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酒令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、石富宽。这得于老师的，好了，于老师您请过来吧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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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拥抱一下。哎，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坏了，要讹你啊！抱一下，抱一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抱一下，怕什么了？七个，我怕我掉下去。来来，七个七个，七个七个，坏了，我的报应来了。哎，能够参加今天的演出啊，嗯，特别的高兴。搁那儿，搁那儿，搁那儿。我接到这个德纲的邀请之后，我是欣然的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是纪念德纲拜侯耀文为师15周年纪念日。对，是是是是，说明德纲不忘师恩，感谢师恩。我作为耀文42年的合作伙伴，我深受感动，所以德纲尊师爱幼，为青年相声演员做出了榜样。哎呦，我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我发自内心的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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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不用多介绍，是吧？老前辈，啊，石先生，你们大伙儿都熟悉。哎，跟我师父侯耀文先生合作一辈子。42年，四十二年啊，嗯，跟谦儿呢，这又是爷儿俩，哎，对，师徒，哎，嗯，谦儿是石先生的亲传弟子，是，我们这行有句老话啊，怎么说？师徒兔子，对，兔子，他们爷儿俩一窝兔子，不像话啊！您原谅我这个嘴不利索啊，师徒裤子，嗨。师一裤子谁呀？尿了那是？怎么说？师徒父子，哎，师徒父子，对，师徒父子。嗯，我跟我师父也是师徒父子，没错。那年拜摊是2004年，对，这一晃多少年过去？哎，我师胜杰，嗯，常贵田，我们三位的银宝蛋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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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一晃就跟在眼前似的，没几天的事儿。哎呀，嗯。特别的感慨，哎，我头一回跟我师傅跟石先生一块演出，咱们是去广州，您记得吗？对，先上的广州，嗯，到广州我才知道，嗯，侯先生这么大势力呢，嗯，怎么？你走了街上，所有的广东人一提，我都侯爷，侯爷，这是说侯爷呢吗？这个，这是说侯先生吗？不是哈，说好呀，哦，这我都认识我师傅，嗯，啊，不买票也夸侯爷。不是那意思，主要是那帮观众啊，人看惯了这个了。你师傅，哎，我今儿跟你啊，嗯，这么一活动，嗯，我有句心里话憋了好几年没跟你说。哎呦，你师傅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从来没当面夸过你，都没夸过我。哎，但是他背后这有一点都不是杜撰啊，实话。有一年咱们在济南体育馆演出，嗯，山东体育馆，山东体育馆，济南那，你在台上，你倒二，我们俩底，你旁场上你使活，你师傅就跟我表扬了你一顿，你不知道，我没跟你说过，今天我把这意思给你转达了。哎呦，我洗耳恭听，他怎么说？你师傅就说，嗯，小石，你瞧这孩子，在台上这相声感觉这个状态，太他妈好。这是他原话啊，嗯，太好了，你听他这个嗓音，嗯，那么洪亮，吐字那么清楚，太难得了，真他妈好啊，嗯，而且这孩子这柳就是唱功活，唱这柳特别好，柳什么像什么，而且难得他有调门，就是有高音，嗯，难得这孩子有调门，美中不足啊，就是个儿矮了点儿，哎，原话，哎，一个字没编，嗯，这是你师父背后夸你。哎呦呦，啊，我得谢谢您，哎，我从来没跟他说过，这是真事儿，
谢谢谢谢谢谢、嗯、啊！尤其刚才您要不说那他妈的，我就以为是假的。有这口头语准是准是。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！哎，我给你转达过来。得嘞，得嘞，激励你今后继续努力。我继续努力。哎，我师父啊，这个做人做义都是这份儿的。是，他特别可爱，你看他。嗯，挺严厉，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小孩的心态，老小孩、嗯、特别天真，对啊，就是爱玩牌，喜欢业余时间玩玩扑克麻将都爱玩。对，他那个家里有一间屋子是专门玩牌的。哎哎，他坐在这儿，他后边是个墙、嗯、那三面全是镜子。对了，镜子石老千、嗯、他能看见每一个人的牌、啊、好在我也不会玩牌，他也不带我玩、啊，但是徒弟们有的去，我们那个师兄弟们玩牌啊、抽烟的都好着呢，喝酒啊。嗯，就我说相声跟他们有点区别啊。一晃都跟在眼前似的。哎，侯先生这一辈子其实挺委屈。嗯啊，这个咱就拿他这吃来说啊。对，你都以为这个呵，这么大一侯耀文先生得花天酒地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对，他那屋里煮着饺子，就开着盖煮着饺子，他上院里玩去了。嗯，一会儿进来打锅里捞俩吃，又跑出去了。一会儿进来玩三趟，吃饱了饺子都没到盘子里边，是就这么一个人。嗯，吃面条得煮烂了，对，把它给弄碎了，而且还他吃面喝面，对，一大碗面条烂的面条，快点卤的和匀了，呼噜呼噜一喝，哎，对他来说这就美餐了，美餐，对，高兴着呢，这就他，对，这么大一个侯耀文先生，这是最大的爱好，哎，还不喝酒，他怕耽误演出，哎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烫头，啊。这捧一个扒一个可不行啊，也没外人。这真是不抽烟啊，抽烟不喝酒，有时候烫头，反正是啊，没烫过，没烫过，没烫过，但他可剃过头啊。啊，对，他染头，剃头就是因为烫坏了啊，主要是染发过敏啊。对对对，后来有段时间剃过大光头。哎，哎呀，很感慨。哎，这要是今天还在咱们一块儿台上得多好，多好玩，是不是？真是。但是也不错，咱们爷仨能到一块儿。哎，对，这也难得，对吧？哎，待会儿演完了，咱们爷仨喝酒去。哎，对，哎啊，就不烫头了啊。美发店都关门了啊。我这个脑袋也烫不出什么样来。对，啊，不够卷的，跟您徒弟比不了啊。看您徒弟这菊花狮子顶，什么乱七八糟？别下去，你说。这是我们这儿喝酒的专家哦，他喜欢喝，对，好家伙，对，好喝，一天能喝好几顿，赶酒局儿啊，喜欢吗？真行，这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而且最近喝酒也没怎么耽误事儿啊。今天在后台我还问呢，我说这中午喝酒了没有？今儿演出哪敢喝酒？就是还不错。谦儿哥曾经发过誓啊，喝酒不上台，对，后来停了好几年演出嘛，净喝酒了，净喝酒了。我有时候看他们喝酒挺热闹，因为有他还有我那个经纪人王海儿，对，他们几个人坐一块儿喝回酒啊，连喊带闹的，我看比说相声还热闹。对，兴奋嘛，啊，调门都高，他们还玩那什么酒令，乱七八糟的。对，也玩酒呢，对，玩行酒令，玩酒令。我听他们玩那什么小蜜蜂，什么飞花丛中，那个这类酒令，这都是这些年新兴的。是，对，我有一本书啊，有一本书，就是里边记载着古代的各种酒令、酒文化。哎，人家那个琴棋歌赋都有。对，哦，哎，到谁了，谁作诗，嗯，到谁了，谁对对联儿，啊，人家那是一个文化的体现，那比较高雅的，对，高雅。当然了，民间你说个个的都作诗啊，对对子也不现实。对，是，有的时候有的小酒令也挺好玩。怎么讲呢？有那个酒令，您知道不知道？哪个？就是猜月份。月份，哎，分两波哦，哎，这个猜单月什么什么，哎，说一什么节，哦，这边猜了，我们猜双月什么什么，猜一节，哎，猜着怎么着，猜不着的，这有意思，有意思，你会你会吗？你过去，你不是你跟他商量，等会儿等会儿，你跟他商量。这酒令我真不知道月份啊，这酒令咱们今儿玩一玩吧，啊，你好不好？又喝酒了哈，啊，不是，这眼瞧着一玩就能喝呀，哦，这又有月份，有月份啊，这我不知道，你问德刚几个月了。这什么叫几个月了？这不啊，这月份是怎么个意思？您说说。他是这样，酒令嘛，啊，就作比成样，好比咱们在这喝酒了啊。哦哦哦，做一个文字游戏，好啊，喝酒，您给解释解释，喝酒啊，怎么个意思？哎，然后咱们得不能干喝呀，是啊，得玩啊，是啊，咱们做个酒令，做个酒令，一边是单月，一边是双月。哦哦，单双月，单月里边挑一个节，我挑完之后，
你们说有没有？嗯，哎，要有了怎么着？没有怎么着？我说完了，你说，啊、你得在双院找，反正是一个单子一个双的，你琢磨琢磨这事儿。那我，咱们玩一回啊，对对玩一回，分两波。哎，师傅啊，两波，咱爷俩肯定一波，咱一波，对吧？对，咱们一块儿，咱爷俩一联手。吃不了亏，对，但是在月份上我不太懂啊。哦，您得给我，我这他什么节日啊？哪个月有什么节？我有研究，我明白。行，他现在是一个人占单月啊，一个人占双月。那咱们您说咱们占单月，咱不单月啊？让他来这单月，他来为什么？他先说呀。哦，说完之后等于给咱们打个样子。哦，咱爷俩一照猫画虎。对。好不好？好，咱来双月，双月。哎，得嘞，哎，挑好了啊！怎么着？我们这双月，哎，你占单月，就没有你们爷俩这么尖的，不是了吗？叫尖呀！好，你们来双月，我来双月，你先说，那就得我先说。对，你打个样子啊，到时候我们就按你照猫画虎，你怎么说？你怎么告诉他了？反正你占单月，这太实诚。你们是这么设计的，是吧？就这么玩。那行，那行，好，那就是我占。单月，单月，你们爷俩是双月，哎，对，行，好吗？但是这种要是干喝也不像话呀，对，得有酒啊。对，咱们拿什么酒是没有，咱们可以有个替代品是吧？啊，怎么替代？谁在后头呢？快来呀！哎，上酒，嘿，小孟，嘿，这我徒弟啊，啊，猛喝汤他就，对，猛喝汤，孟鹤堂，于老师啊，瞧见了吗？啊，对。这就好比是今天的酒哦，新包装，可别动啊！好比是今天的酒，这是个哎，别，怎么千万不能碰啊？怎么呢？酒已经斟满了，嗯，一碰就洒，一蹲就流，咱可记住了啊！别蹲，别碰，记住了，一蹲就洒，一碰就流。对呀，这玩意儿他讹人，要不然嗯哦不能动，嗯啊，搁着。那这是酒怎么喝呀？对呀，啊，这酒怎么喝呀？啊，这个你不会啊？啊，就这么喝，就这么喝啊，就这么喝。这我有点不明白了，怎么呢？他是单月啊，他要是找着这节日说对了，嗯，政令，这怎么办？对，哎，对呀，啊，你要是。单月吧，对，我单月。你要找着了这节日了，对呀，这怎么办啊？我找着了，这为政令啊，政令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呀。哦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呀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怎么可喜可贺啊？敬酒三杯是，怎么个敬法啊？对呀，敬酒三杯怎么个敬法啊？啊，这个简单是吧？就是这么个敬法，就这么个敬法。哦，这么个敬法啊！我还有点不明白，怎么他是单月啊？他要是找着这日子说对喽，嗯，敬酒三杯，敬酒三杯，嗯，咱是双月，对，咱要是没找着，嗯，没说对，嗯，乱令怎么办？你问吗？嗯，啊，对呀，啊，我们要是。双月份我没找着，对呀，这怎么办啊？哪为乱令啊？乱令怎么办？罚酒三杯啊？怎么罚呀？啊，对对，怎么罚？怎么罚啊？又三下，就这么罚。哦，就这么罚。我还不大明白，师傅，我明白了。这么会儿我七杯了，我。知道你能喝，那也不能这么喝，咱们得跟他玩儿。玩好吧，好了没？可以了，都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现在开始，开始来吧，打我这边找。您是单月，单月什么节？单月我得找一个日子啊。是，单月那就是正月十五，正他找了正月十五。问他什么节呀？哦，对对，正月十五什么节？元宵节呀。这元宵节呀，有吗？有啊。有啊，正月元宵节哦，还有歌呢，怎么唱？正月里闹元宵，金边你给他留，我就别留上，人找上了，找上了，找上了，那说了，老爷子说有，你没留啊？啊，我就不留，不唱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怎么办？找上来了，找这为政令啊，政令怎么办？
敬酒三杯呀、啊，敬酒三杯，敬酒，敬酒，敬酒。哎，这不对，敬酒三杯不让敬。你等会儿啊，哎，德刚，你可矫情，怎么了，先生？啊，你说了敬酒三杯啊，你找对了，我们敬你酒，你为什么不让敬？您糊涂啊！啊，谁找上来的？你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找上来敬酒三杯，我得敬你们呢。敬我吗？你们喝呀。那你要没说对呢？那我错了，我喝呀。那现在你们喝呀。我，爷们儿啊，喝去。我喝去。啊，可不你喝吗？你我这他就这么喝。啊，敬酒吧，敬酒。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啊敬完了，敬完了是吧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下边哎，到你们了。我们了，哎，你们是双院了，双院，双院了，对对，是不是到咱们了啊？来，双院赢他，我不知道是双院有节吗？有，双院什么节？二月啊，二月，二月初二龙抬头啊，二月初二龙抬头，龙抬头，哎，找着了啊，二月初二龙抬头，什么节？那什么啊？对，什么节呀？抬头节，抬头节没听说过，我知道抬头纹。哪有抬头节去？没有这节，没有抬头节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人说没有，没有。那你问他，那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乱令，乱令啊！乱令，罚酒三杯，罚酒三杯。你等我问他。罚他、哎，我这得罚，得罚你啊！不，凭什么罚我呀？敬酒三杯，我们喝。对，罚酒三杯还是我们喝。这回谁说错了？我们还是的。你们错了就得罚你们，那你要错了呢？罚我呀！那现在罚你们，罚徒弟，过去，还是我喝呀？啊，对，有师傅是有好处的。嗯，罚酒三杯，罚酒三杯。哎，哈哈哈！哎呀。这酒怎么样？没事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是吗？哎，这有好处。什么好处？哎，这待会儿他乱了，咱们照样罚他，过瘾。咱解气，咱俩人。哎呀，少避免他耍赖，哎，咱把他后道给堵死。咱们这规矩，哎，规矩，这局气吗？行了，该他了。哎，到我了啊，到您了。哎，到我是三月了，啊、好吧？三月初九，三月初九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寒食节。三月初九寒食节有没有？有，还有寒食节啊，纪念那个介子推啊。对 对, 对啊，那天就是吃凉的，不许吃热的。对，有寒食节，有，你问他，有啊，有啊，对，有怎么办？有，敬酒三杯，敬酒三杯啊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。希望这个酒不要弄乱了您的头型。哎，太开心了！敬酒三杯，又该轮到咱们了、嗯、啊！又该轮我们是四、该你们是四月了，师傅，咱好好的吧。四月了，四月二十八，四月二十八什么节？乱穿纱。四月二十八乱穿纱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告诉你，穿纱节。穿纱节，你玩去吧你啊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说没有，没有，那问他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啊？没有怎么办啊？罚酒三杯。哎，太开心了，干这个不给钱都干。嗯，好吧，度数高点啊。哎，行吧，还行吧，度数倒无所谓、嗯、啊，关键上头。嗯，嗨、嗯，明儿就好了，明儿就好了。嗯，这回到我了吧？三月，哎，我五月初五，五月初五，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哎，五月初五啊，端午节呀！五月初五端午节有吗？师傅，有，我们老有啊，纪念屈原吃粽子、啊、有。五月端午啊？五月端午有啊？有怎么办？有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？问他怎么办？还问什么呀？这都敬，那这就敬酒三杯吧。好，可喜可贺、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爷俩玩这个，我可揪心了，我真的。我老怕上你们当，这是过瘾。嗯、啊、又到你们了。行了，哎，师傅啊，我可喝了半年了。哎、是，咱找一个节，六月有没有节？有啊，六月什么节？有什么节？古秀节。六六六古秀节，
六月初六。古秀节没听说过呀？古秀节有吗？有啊，那个儿歌里都有啊。儿歌怎么唱？6月6看古秀，春点六九头啊，66岁刘老六，这他家有六十六，有这些啊。6月6古秀节没听说过，看古秀春点，不知道，愣惯呢，您这属于没听说过，不知道。嗯，您说没有？没有啊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都喝完了，我都嗨，嘴急啊，这是嘴急的，就到我了啊。七月七。七月七什么节？七巧节。哎，七月七是不？七巧节有吗？有，有，牛郎织女有。人您说对了，有啊。来来，有。谢谢石先生的疼爱，不客气。三杯，哎，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啊！又到你们了啊！我们是八月，是吧？求求您了，八月了，八月这板钻咱们准真的。哎，什么？8月28。跟他说，板断了啊！哎，8月28，我听着，我等着喝酒呢啊！8月28，什么节？啊，什么节？我丈母娘过生日。哎，您活动活动，什么过生日这就出来了？那哪？你8月28，他丈母娘过生日。哎，这不像话，没听说过啊！我这喝这么长时间了啊，喝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受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干脆。啊，后边啊，你也甭找了，我也甭找了，那对吗？我直接奔12月，我自己找一个，我也甭让您出主意了。你都不听你师父话了？对了，就我自己来了。哦，对吧？哎呦，大年三十，真急了。啊，大年三十是你杀头的那个日子。没听。杀头节急，连续的相声。杀头节，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。春节，各位有没有？有。春节来吧，哎，来喝酒，来什么呀？来，你喝酒三杯呀？敬酒，敬几杯呀？敬三杯啊！敬三杯呀！啊，我只喝两杯，凭什么只喝两杯？你蹲洒了一杯呀？我别蹲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叫蹲洒，蹲洒一杯，两杯你也得喝。那我只喝一杯，为什么？你又碰洒了一杯啊？嘿，一杯也得喝啊，一杯我也得喝啊。对了，那我怎么喝呢？你怎么喝？我怎么喝的？你怎么喝？你怎么喝的呀？我就这么喝的，哎，一杯都不喝了。怎么着？你替我喝了？这世界很酷。